高回报，现在买别墅的确没有什么意义，买自住房可能还可以，但是如果作为投资的话，不要买别墅，特别是现在。商业地产呢，现在也不太理想，因为这个利息也比较高嘛，然后卖主的心态呢也没有调下来，所以价格一般也要的相对比较高一点。现在这个阶段呢，唯一可以投资的就是生意。生意的话，因为它不像地产或者商业地产那么多人追捧，买的人相对也比较少，所以呢，价格要比商业地产要便宜很多。再加上移民局刚刚出了新政策，9月份落地，现在可以办这个快速的不需要排队的绿卡。那如果你这个生意买的对的话，你还可以用自己买这个生意办绿卡，所以一石二鸟，非常好。直投办绿卡的好处就是又可以拿绿卡，又可以赚钱。小红书。